山之阴穴，三眼马王爷。说实在的，太邪门了。找到了，挖到机关了。现行。造反，率使人鬼兵疯狂杀戮，最后被我教仙师用镇魂塔封印。此物切记不可移位，灯万不可灭。僵尸一旦脱离尸蛹，就会对活人气息异常敏感，越是人气旺盛的地方，越有吸引力。活了！大师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，麻烦你洗的时候轻点儿呗。